华为够狠，真的够强。他能赚钱，我绝对不眼红。本来啊，任老爷子觉得去年华为能活下来就不错。他预判二三年到二五年三年是非常非常艰难，华为的任务主要就是活着。 因为二零二三年华为真的是地狱般的开局，看看手机一季度市场份额只有百分之九点二，那是原来我们中国的老大呀，已经被踢出了前五的行业，而且还没有芯片的时候，在汽车上问界去年上市都快没人买了，这个面向消费者的巨大的业务都被暴击，但是最终呢？ 直接杀回来，秀出了一个超级超级亮丽的业绩。华为二三年竟然营收达到了七千零四十二亿，重新回到七千亿大关。更炸裂的是，利润高达八百四十亿，同比暴增了一点四倍，距离巅峰时期的一千多亿已经不远了。这背后是手机和汽车业务的发力。手机，我相信很快。 随着 P 七零、Mate 七零的上市，将重回中国的王者。那么汽车，一个问界期现在已经离马斯克不远了。一月一号到三月三十一号，中国的豪车的销售，马斯克销了十万辆，那么华为的问界期销了七点七四万辆，排行第二。也就是说，未来汽车超越马斯克是指日可待。 那么华为呢也够狠，华为十年来的研发费用超过了一点一万亿，去年的研发费用达到了一千六百四十一亿，比腾讯、小米、比亚迪、美团、宁德时代加起来都要多，而去年的净利润是八百六十九亿，也就是说研发费几乎是净利润两倍，真够狠。 华为二三年下半年突然像开挂了一样，来了一波逆袭。首先是 Mate 六零国产芯片 Pro 版全年销量仅次于苹果的十五 Pro Max，拿下了全国第二。然后问界 M 七爆车上市，那么汽车的有问界，芯片有麒麟，通讯有五 G，后面还有五点五 G 系统有鸿蒙。华为以一指之力扛住了西方的所有的压力。 所以，华为真的是够狠、够强，为华为点赞。